最近一班1993年的香港小姐约埋一起追究莫可欣、林丽薇、余少宝、陈妙英、郭可盈、麦嘉琪等等，都是1993年的香港小姐。他们大部分都一早已经淡出幕前，有些转战商界，有些就相夫教子。虽然各有各自的生活，但是今年是他们相识30周年，更是要纪念一下。当日他们十分之齐人，以前成日担任港姐司仪的曾志伟和陈恩健都有出席。而最令人惊喜的是久未露面的陈妙英，一早已经退出了娱乐圈，转战商界，成为女强人的她依然都是这么漂亮，剪了短头发的她形象还好清新。